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 Namaste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和于韩诗瓦瑜伽会馆联合冠名的瑜伽课程班，我是主讲老师诗瓦。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太阳致敬式，很高兴能够为您分享今天的课程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教学内容，请登录到功夫者的官方网站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拜日式。上节课呢，我们讲到了平板支撑，现在呢，让我们从平板撑开始。吸气，双脚膝关节找点，呼气一下，大拜，在这里保持一个深呼吸。吸气，抬头，呼，让身体向前向下。下巴和胸部以及膝关节一起变动，发起头顶。这个体式可以促进我们内脏的自我按摩，加强肠道的运动。吸气，身体向前向下，脚面放平点，眼睛合适，在这里保持三次深呼吸。你让我们的肩膀向上，不要让它弯着，这样的话是不对的。保持呼吸，吸气，将我们的脚掌坚定，呼，身体向后向上，将膝关节伸直，蹲式。你蹲式和眼睛蛇式可以正好相反方向的拉伸我们的脊柱。吸气，抬头。抬起我们右脚，向前上一大步，落到双手正中间，骑马式，将我们的膝关节和脚面放平垫子，保持呼吸。吸气，脚掌垫地，抬起膝关节，向前上一大步，到前屈，呼，前屈式。吸气，抬头，随着身体向上延展。在这里我们做展臂式，臀部夹紧，将髋关节向外推，呼，吸，换个合十，还原祈祷式。上一节课呢，我们讲到过拜日式之前有一个瑜伽唱诵的练习，现在让我们一起练习一下。成祈祷式。现在让我们开始练习 Om Soya Namaha。 缓慢地闭上双眼，深吸气。每次练习拜日式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练习这个瑜伽的唱诵，你记住了吗？跟我一起再做一遍。双手合十成祈祷式，也就是我们在拜日式之前的动作。双手合十，指尖指向天花板，闭眼，深吸气。哦，好，我们这节课程就到这里结束。接下来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，请登录到功夫者的官方网站与我联系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